为什么陶喆1999年的歌曲《小镇姑娘》听起来那么的超前呢？你看他用了一个这样的节奏啊，把这个节奏带入到伴奏里面。啊，你看，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，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找到身旁的同志蛋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知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去放你走。啊，不明白，啊，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舍不得，啊，这个爱，啊，你是一生一世不会流改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啊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。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这是一种即兴伴奏啊，想学到更多弹唱技巧呢，关注悦耳钢琴小慧老师，可以来学习我的课程哦。拜拜。